你订阅了没？如果未订阅的话都不要紧的，快点按下这个钟仔就可以订阅我们了。马上测试啦，去边？哇，我们有新 studio 啦！哇，这个 studio 是不是好大呢？2021年啊，我哋会继续拍好多唔同嘅电动五金工具啦，当然都唔同嘅建材噶。我哋仲会整厨房啦，同埋家电系列、美容、化妆，全部都会涉猎到噶。除咗我哋会继续拍摄我哋大行嘅节目之外咧，暂时都会继续拍摄唔同嘅电视节目。除咗电视之外咧，继续借出 studio 咧俾慈善团体啦，同埋学生咧学习拍摄噶。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唔同嘅五金材料啦、建材咧，想展示喺人哋面前嘅时候咧，就记住揾我哋啦。我知道咧，我哋仲会开工作坊喎。例如木工啦、水喉啦、消防呢啲好多人想学嘅工程啊，仲有啲 DIY 班咧，俾完全唔识工具嘅朋友噶。事不宜迟啦，我而家马上开箱啦。
實一路行嘅時候咧，都感覺到有少少嘅線，不過比起我自己嗰對波鞋咧，就已經爭好遠啦。OK。就算穿安全鞋咧，喺咁情況咧都係會試驗嘅，咁啊會好啲咯相對。咁由於始終你油咧，基本上係將下面嘅物料同你嘅鞋嗰度咧係浮起咗，咁所以咧當落雪油嘅時候咧都係要非常小心啊。完全冇事咋，头先真系心跳加速啊！三二一，行得。超危险动作，家庭观众切勿模仿。跟住落嚟咧，就做刺穿嘅测试啦。喺地盤或者喺其他地方嘅时候咧，通常啲钉突得起嘅时候咧，都会好粗嘅，幼啲咧一踢就会挛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做嘅系会好粗嘅钉嘅。咁呢钉通常最危险系乜嘢？就系生锈啊，生锈会导致破伤风啊。咁所以而家马上做测试俾大家睇啦。地盤三宝啦，好多时师傅着啲咧，例如拖鞋啊，都有 Crocs 咁样样啦。咁我试下究竟呢啲钉刺穿能力有几高啦？呢个拖鞋。哇！跟住落嚟要做真正嘅测试啦。上。好。多少？两支钉。嚟，三二上，三二好。咁基本上大家见到我咧，系完全放晒手噶啦。咁所以咧，纤维底咧系做到刺穿保护咁样。嗱，睇到阿 Tim 而家基本上系近乎将集中力喺只脚踭嗰度。哇！阿 Tim 你手唔使咁多汗啊嘛，好惊噶。O K， 我哋好，先戴呢个，俾 Kimi 睇。好惊啊！我可唔可以戴安全帽啊？你戴安全帽关咩事啊？啫嘛，有安全感。What？ 即系论尽女主持。Kimi， 我而家已经踩上去啦。好上。我 feel 到啊。feel 到咩啊？我 feel 到佢而家已经入紧只鞋嗰边啦。
就去做鹌鹑蛋的测试啦。好，指示佢。好啊，好，嚟啊。易容膠嗰度咧就甩咗，咁頭先好明顯咧係前碌車過一次啦，跟住後碌再車過咗，完全車過曬噶。打完關燈再打關燈。係啦，嗱，咁證明呢啲鵪鶉蛋係好好脆弱嘅時候咧，嚟三二一。哇！爛曬！哇！真係好緊張啊！今天我們做這個時候很多街坊經過的時候都說什麼沒錯、街坊經過看到我們是這樣在劏穿鞋子說很心痛的話我每次做穿這個時候呢心都拿住拿住的他心跳完就可能看到我們兩個帥仔Tim 你覺得安全鞋是什麼安全鞋的安全程度呢比起我們一般波鞋是非常之更加的堅固我們做了幾個測試每一個呢都是很真實地做在防鞋底刺穿那裡先其實我們真的將所有力聚在那一點那裡纖維底都不夠其實我們做的時候都很害怕因為始終它說可以那做下去你試試將你自己的腳放在一口釘那裡做下去我們三個都真的很害怕的那證明了是真的可以的即一般工地有那麼長粗的時候踩下去是受到力的好下一 part 就是講緊鞋頭那個防刺穿就是試了三種的釘首先就是試德偉釘槍跟住咧就係試氣動嘅黑釘啦。好普通嘅釘槍嘅時候咧，德偉呢只釘槍嘅時候咧，係絕對過唔到嘅，纖維底又好鋼頭都係釘穿唔到嘅。咁到下一 part 啦，就講緊用黑柴啦，即係打石屎牆嗰啲咧，你見啦，纖維底咧已經係不敵呢個黑柴釘啦，直接穿上去鋼頭型係冇問題嘅。到第三支啦，重量級異形皇后挑戰呢一支啦，兩支都係 say bye bye。到防線方面阿蕭你覺得點啊？防線嗰方面咧，上次好多朋友都話想睇下雪友啊、青苔啊各方面防唔防線啦。咁我只可以去講咧，雪友咧都係有少少線嘅，而青苔咧絕對係非常線。咁所以千祈唔好以為哇安全係無敵啦，絕對唔係噶。今日點解要捉咗阿車手阿 Tim 過嚟咧？因為我哋需要自己做一架車，一架七人車啦。頭先我嘅情況咧就係、無論係渣 Sir 嘅腳趾又好啦。還是鵪鶉蛋都好啦，全部都是沒有爆到的之前呢我們在第一集出場的時候收到很多觀眾的留言多謝大家的留言有很多的問題收到譬如是可不可以行山跑步舒不舒服爬山 O 不 OK 攀石得不得基本上呢我們收到的問題之後我們大部分都做了給你們看跑步行山那些做了其實真的相對這個鞋是舒服很多的哪裡可以買到這些安全鞋呢當然是達人行另外還有喜馬達安全設備的五家分店都可以買到的至於之前的 giveaway 已經有兩位朋友是拿了獎恭喜曬！喂 Tim 啊，係差唔多新年喎，新年梗係著新鞋啦。冇錯，話時話新年有咩搞作先？我哋打算喺年三十晚咧，會同大家一齊倒數年初一㗎。到時咧係會有新加坡嘅主持 Sophia、香港嘅 Sophia， 仲有澤 Sir， 另外仲有馬來西亞嘅威克士代理同大家一齊傾下偈。聽講仲有嘢送添㗎，唔好錯過我哋直播啦！今次呢個測試咧，真係又心痛啦，亦都好開心嘅。心痛就係、整爛了幾對很漂亮的鞋而開心就真的找到一些真實的數據給到大家的記住這些測試一點都不容易的記住留言給多些人看到還有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Follow 我們 YouTube Channel 記住要分享給朋友啦拜拜
唔錯嘅。不過如果踩青苔嘅話咧，都係會有啲事，所以大家行山嘅話咧，記住要小心啦。Thank you, camera. 3, 2, 1, action. 1, 2, 3, 4. 哎呀！呢个我架车未好，呢个好明显，呢个未来人嚟，呢个系。哇！呢条片都真系犀利啊！经历咗圣诞啦，而家都差唔多农历新年啦。拍嘅時間用咗好耐啦，剪嘅時間用咗更加耐啦。咁中間經歷咗更加要裝修個倉啦，譬如鋪頭好多嘢要做啦，仲有好多例如電視要拍攝啦。咁所以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咁記住大家俾個 like 同 comment 俾你嘅朋友啦。